朗艺人郑秀文有乐坛天后之称，过去曾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超过100场演唱会，近期也在金像奖中夺下了影后宝座，创下了非凡的成就。随后他宣布将于7月再度于红馆开唱，还将配合演唱会推出新歌《致我们的梦想》。不久前他为了拍摄新歌 MV 低调飞往台北取景，坦言自己想呈现高质量的画面内容，因此拍了整整两天才完成，可见他为了作品倾注许多心血。随后郑秀文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小段幕后影片，PO了 MV 使用了不少 AI 技术，更出动了100位舞者合作，他也满意表示与团队工作的氛围超好。天文曝光后，不少粉丝激动直呼拜托郑秀文来台开演唱会吧。